要去触摸山川湖泊的心跳，想让身体和灵魂都出逃，没必要去追赶那汹涌的人潮，没必要寻烦恼被生活磨棱角，不如做自己活在当下才是最好，你想做什么那就勇敢去做就好，下我脚，想要去触摸山川湖泊的心跳，想让身体和灵魂都出逃，没必要去追赶那汹涌的人潮，没必要寻烦恼被生活磨棱角，不如做自己活在当下才是最好，你想做什么那就勇敢去做就好，喜欢的调料。